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便是洁白的雪峰，是雪域高原上著名的神山。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贡嘎山主峰周围林立着145座海拔5000-6000米的冰峰，群山连绵起伏。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完整的地区，以罕见的冰川奇观闻名于世。这片地区共有现代冰川71条，最著名的5条冰川分别为海螺沟1号冰川、贡巴冰川、巴旺冰川、燕子沟冰川、飞丝沟冰川。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景观，或优雅，或怪异，或雄壮，气势磅礴，如同鬼斧神工雕琢而成。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从南坡大渡河河谷至主峰顶，水平距离29000米，而相对高度差却达到了6556米，因此产生了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秋木稀疏、山脚鲜花烂漫的独特景观。在贡嘎山的山脚下，气温温和，植被茂盛，山腰上红叶纷飞，胜于香山。而到了山顶，却是一片银光素裹的严酷景象，各个植物带之间层次如此鲜明，甚至爬上山峰就能一感受四季变化，是世界上罕见的生态奇观。多少年以来，贡嘎山与海螺沟隐蔽在高原。